位是方先天色，大家五早，今日又过礼拜日，啊，时间过得实在真紧。啊，咱一个人对出世啊，好到目睭客气，这中间啊，虽然真正艰苦，辛辛苦苦，一关过一关，一百年，但是目。这你都教下，咱几国先师王禅老祖咧，甲时时甲咱开示，咱唔通讲要有明仔，唔通要讲后日，唔通讲要以后的时间。啊，人世间的业力啊，当时要发生，当时要教育任何一个人，咱若讲要会当了解，确实。无常了解起，那像世界每一处的一挂灾难，尤其台湾九二一灾难的时，短短几十分钟，世事的无常，予咱真大的变化。所以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呐，唔通讲我要明仔咧，要后日咧，然后这心态想的人。咱爱先注意，先注意啊！啊，曾经有一位菩萨啦，伊来到西门寺，讲阿老菩萨啦，佛祖叫来念佛咯，观世音菩萨叫来念佛咯，王禅老祖叫来念佛咯。伊讲老师啊，我囝要未娶某，查某囝要未嫁，我哪有闲好念佛呢？我哪有像大家遐尼闲啊？我讲老菩萨啊，咱念佛啊，唔是讲等下囝大汉，早囝嫁，后生娶，念佛是充实自己的灵性，唔是为查某囝大汉以后才来念佛，唔是为囝大汉以后才来念佛啊，时时念佛，莫动啊，莫过定打咯。这位老菩萨咧，要声声句，甲侬好啦。当然，阮囝娶咧，阮查某囝嫁咧。那么，等于咧，第二年查某囝嫁，啊，后生娶，娶咧，结果嘛是无个念佛。有一天，吼、哦，经过三年外，来到西门寺来，迄里面咧，较老较烈吧，阮老菩萨啦。面较黏啊了，嘿啊，我那囝哦，新妇生啊啦，查某囝嘛生啊，拢娶当啊爱互我娶，所以我无用好念佛，我讲爱去念啊啦，莫动啊，莫拖啊，啊，等于经过无偌久咧，开始破病，破病真严重咧，有一天啊，伊家己甲我着我老师甲讲。观世音菩萨、诸佛菩萨甲讲，叫尽好念佛啦啦。可是咧，迄个时阵已经眼尾火，眼尾拢要花去啊，油灯眼尾无油啊啦。所以这菩萨咧，才甲因囝讲，甲查某囝讲，你紧来去找老师，我唔知啥好方法，花会当尽好念佛无？卖花遐紧，破袂直直落无？好生又好，早嫁又好，当然来询问师爷问我这个代志，我不懂。啊，个人因缘一头要落山，你嘛不妥当，身弱弱未着，得过天天未调啊！得个人天气，早爱修行，早爱念佛。所以咱一个人来到世间来，短短几十年，咱只要讲问心无愧。哦啊，咱啊只要在家咧，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啊，好，咱在家修行，有一天咱啊会回去，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真紧就到位啊啦。啊，曾经咱有一个信徒先生，伊事业做得非常有成就，那么来到西门寺来。但是迄个时阵啊，我看到伊后壁一片的乌影，我感觉着讲伊人生无久。
啊，我甲这個先生讲，先生啊，先生，你事业有赚钱，当然是恭喜，但是你爱念佛啦啦。我无要死啊！你叫念佛念什么佛？啊，念佛是人死才念的代志了。我你错去啊，错去啊！你爱找去，你本人是啥人？你本性是啥人？花时时意念自己爱有智慧，自己就是西方叫做世界来的啦。啊，今日念佛，咱唔通去耽误。世间的钱财名利，无多买着咱的生命以外嘞，无多买着讲咱会当对往生西方叫做世界去一条路啊。那么这个先生真无欢喜，听到我咧讲啊，阿叫我这个读这个念来上，我先生你错去啊！你跟我素不相识，你跟我素不相有什么利害关系？我哪会去骗你？念佛是你自家己的，念佛不是我的，嘛不是你亲戚、你厝的人的，个人念佛，个人的啊。你即摆真正趁钱无唔对，但是因为你爱做一个回报祖先、回向和祖先的功德，即是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啦！你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的祖先得到无限的法力。啊，你完成这出来，因为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发音、发音嘛，好佛佛名这个声啦。好，一当，因为你所念的佛的名号回向，和你有缘的多生父母，啊，你所念的功德啊，会用回向和你一生过去，你一生多生祖先，加求现七祖，尤其你完成这事，你安尼念佛的时，你一当得到回向的无限的功德。这个先生啊，阿姨就好啦好啦好啦，啊，我等下再念来。当然，个人个人的因缘，个人个人的立场，个人个人的时间，咱未当去勉强着啥人。但是，咱知啦，咱爱讲讲。你知啦，无讲者无仁慈，唔知者无讲者无爱心，无慈悲啊。本节目由青王。行，各是方正知识。啊，咱人伫世间是无常的，当时要安怎咱唔知，当时要发要好行，要起心落魄，啊，开要登去，咱是无地未地所，所以咱爱即时有时间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那么咱就信道先生啊。佫经过几个月来，伊就佫起来。伊讲老师啊，我一个月转，你讲转我就念佛咯。我虽然甲你讲倒来讲有诶无啊，但是我知影爱念佛啊。你咧讲诶时，我心内一股清凉诶气，真正清凉诶感觉，无烦恼。我真爱听你甲讲这话，等于我愈坐点点坐咧想咧。道理啊，有道理。我自己爱赚侪钱，有财产，有名，有利，究竟下一步所想的是啥呢？伊就要找起这条路，念佛的功德。啊，所以咱这个信徒先生啊，等于几个月、几啊个月来，一直是念佛。那么伊有一天，哈、啊，等于无偌久咧，有一天。伊咧，吼、哦、开车出门，伫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中间呐，伫高速公路啦，啊，看头前一台两台车在烧浪，砰者伊只阿弥陀佛啦，直接化作个啥阿弥陀，喊到了赶者咧，赶对外车都头前去个，一倒过来都切头前去，叫脱过一条命。伊让我照伊种个速度咧。照讲，可能我来那无死嘛，半条命啊！所以啊，伊砰一发，一下头就砰一下，一发阿弥陀佛，赶过来后边有车队来，伊话就撞到头前，我过就过了，却闪过。所以就是信徒存着感恩的心来拜老祖啊！所以我甲讲，这位先生啊，命已经捡回来，
你首先你爱信，伊讲有啦，我有信。你讲了我有信，但是自发生车祸时，好，我无想到是你更加有信心嘛。伊讲问老师，我念阿弥陀佛的是只有伊闹灾难的时，因会化解我哎呀。哦，你若念阿弥陀佛的，你只有伊身躯边的人呢，你的念力、愿力、震动的力。会当保佑边仔的人的平安。好，有啦，我等下咧，随卡在咧去问，迄两台车弄个咧密密麻麻，但是人咧拢无安怎。所以咱一个人会念佛，阿弥陀佛念无习惯，那么时间到，咱有啥物要紧的代志，急急急落来个代志，咱化阿弥陀佛，马上就会当。得到武汉的一功德威神之力，我讲首先呢，你爱信，信呢，咱是什么信呢？念佛的三个，好，我呢就是讲信，信有西方极乐，过来信西方有阿弥陀佛，过来信呢，爱念佛一定当往生啊，咱爱信，正信。咱若念佛的人，哈，咱会当对西方叫做世界去，一定当往生。啊，而且呢，咱信呢，哈，有西方叫做世界。咱无啊，十三天地外，咱无去人，咱就唔通讲。啊，所以咱啊爱信，真真正正爱信为基础。信是咱修行，信是咱解脱烦恼第一步啊，信。啊！信每个人拢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信每个人拢有机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啊！而且呢，咱信念佛一定会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千真万确啊！若是咪千真万确，古圣先贤，包括咱佛陀啊、世尊啊，吼、啊，伊是安那会可能讲这部经呢？这是非常重要。好，咱大家咧来世间，咱要较注意想看卖啊。一旦有一天我回来回去，我财产要创啥？我的名要创啥？我有家里要创啥？有遮钱要创啥呢？我有遮侪水衫、遮侪船石要创啥？死了后要去倒去？确实，咱的茫茫渺渺啊！咱会惊惊吓吓，哦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。各位是方是利息，好，这个字呢，本人好，自民国71年病无死的，大主大悲台湾祖师，恁在咱的台南新营东山路235号中山大禅寺啊，咱台湾祖师慈悲的开始。爱信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。而且呢，佮咱信个念佛者，会当往生，往什么生呢？啊，向对光明幸福的人生去行，会当当下伫世间就算往生咯。那么我当时真正尤其身体病到非常非常的严重。那么第一步呢，我准教台湾祖师的开始啊，爱信啊，信佛所讲，信经典所讲的，信经藏所开始的，信佛法，信真理。所以我认真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结果3个月后，我的身体好起来啊，好，我才发这个愿呢，哈，来用我所得的经验来回向。弘法利生，好，那么这信啊，咱有个人像即摆拄到这跋筊的时间，全民跋筊的时，你着信什么神明牌，信什么多牌，信什么牌什么牌，这拢唔是真真正正的正信啊，这种拢叫做邪信，邪信，邪信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啊，咱邪信者会当。好，咱
化落无限的深坑，甲黑暗地狱。所以，咱爱信信正法，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信呢，哈、啊，这叫做阿弥陀佛。而且呢，咱爱信信念佛，会当往生。过来，这是愿力。我几啊讲来拢讲这个愿，说愿啊，是咱成就的菩提之本，啊，这是真正重要的课题啊。台中道场梵拜助念五班，于国历108年六。各位是方是这些，世间一旦互咱相信的只有佛经、圣经、道经这真理，其他呢，互咱一旦相信的，只是一缘分而已。啊，所以咱有信以后呢，一定爱有愿力。咱若无愿者，无法度去实践伫会当去西方极乐世界这条路。所以咱过来信愿啊，愿。好，愿者就是随信无愿，袂当往生呢。啊，一信，但是爱切愿去往生。第三，愿生彼国。第一呢，哈、哦，愿呢就是讲，虽然信，咱若无愿者，袂当往生。我信有啦，对吧？有影啦，有西方叫世界，我相信啦。但是无愿无效就对。咱真正信徒来结善缘。伊拉信有啦，人听人伫讲吼，善佛师张老师吼，啊，伊易经啦、风水啦，啊，真有研究，讲真正对厝来帮助，信啦，我较相信啦。欸，阿弥陀佛啦，我毋是欠你相信咯，你莫甲相信，我嘛咧生存，你莫甲相信咧，我嘛是爱修行，我嘛爱食饭，我嘛爱做功课。哦，所以啊，咱信呢，信真理，信无信是你的代志，信无信嘛是我的代志。但是所有得到一切的因缘和福啊，拢是自己爱去承担啊。各位是方信，而且咱有信以后一定爱愿。咱虽然有信啊，无愿嘛袂当往生啊。往生两种的往生。死去往生，就是讲后摆，咱若死去的时去退回转咧，就是西方净土而去。啊，第二个往生咧，就咱在世就是往生，咱就会当对，这条路幸福光明的人生，的这条路去行，或者往生，咱会当对充满着活力，啊，充满着希望。充满着快乐，充满着无惊吓，会风尖去做咱的人生，行咱人生啊！吼、哦，这是为信，所以随信无愿，袂当往生啊！哈、啊，所以过来咧，一信啊，咱爱切实切愿往生，咱若信讲西方极乐世界，信阿弥陀佛。信念佛会当往生的时啊，咱爱切切实实啊，会当愿。发这个愿，要去西方净土，叫做世界入去；或者愿意要去这个天堂，啊是或者对咱的天上光明的世界入去啊！哈、啊，这就是咱信以后呢，咱切切实实爱发愿的。过来，愿生彼国，什么国呢？西方叫做世界净土。啊，这是就是嘛，是咱所讲的天国，所讲的天国啊，唔是讲哦，我要来遐泡茶，来遐饮酒，我错，这拢唔是真真正的咱的愿呐。所以咱愿呐大，力就大；愿大，力大。哈、啊，咱愿呐真呐，实实在在去实践。真真正正去实践的是，咱每个人一定会当满咱的愿，就满愿啦。
啊，再过来呢，爱行，完了一定爱行，行上重要，行上重要。好，要往生必要爱念佛。好，那呢，若肯念佛啦，必有往生之分啦。那么往生，那么往生一定爱念佛，啥叫念佛？意念自己的智慧，有迄个智慧。啊，咱爱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啥人？咱的佛性本性，阿弥陀，大慈大悲的本性，咱的大慈大悲之心嘛。好，即是咱欲往生必要爱念佛，这是爱行。真侪人呢，讲一遍，做一遍，讲到满四过咧，但是咱念一句佛都无念。嘛是无效啊！我有信啦，我要西方极乐世界去啦，但是咱无迄个去行，对哇？台北都要去啊，都要去啊，系啊，哦，我要来去啊，结果你坐伫啊，你嘛是要伫啊，永远要伫啊。啊，曾经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讲一个人，伊要去倒位咧，然后你要倒位，我要倒位啊，你倒位你知无？我知啊，结果伫啊坐，坐到妈明仔载咧。然后回头来，过天问我：“你要倒位无？要倒位啊？你知无？知啊？”结果等人坐伫遐咧，死伫遐，无去做。咱那么共款，咱要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咱要伫天国去，咱嘛爱实实在在去行去做。依照圣经、佛经、圣人，吼，这个善知识所开始，咱爱去做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安。那无念者，你干呐在想、在讲，发太大的愿都无路用啊！再来，若肯念佛，必有往生之分。咱一个人伫世间，咱若肯念佛者，咱就有机会。哈，咱对有呾对西方净土去，嘛是有法度。咱若实实在在发有愿、有信、有愿，咱爱实实在去做，咱事业才会成功啊！若是咱干呐讲，无去做事业，绝对嘛无可能会成功。咱若讲，吼、哦，我要伫西方去啊，我唔念佛的时，到有一天死也开转去啊，嗯，干嘛呢？唔是讲，信有缘就好啊，上重要爱行，行是咱一切善果，行是一切咱得到善法的真理的最后的目标。一条路，所以咱有信，咱就爱有去愿；有愿者爱有行，有愿无行者嘛无路用。所以认真念佛，时时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只要一旦念佛的时，咱得到无上的菩提果。时间的关系，到这就断了。